street that's paved can never be tilled. Everybody knows the man who's full can never be filled. Yeah, that's just.
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其实美好大使对于我来说，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祝福。哦，小咪刚刚这一段已经升华到智慧的阶段了，因为咱们都知道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说金木水火土土放在最后一位，因为它是踏实的，它是殷勤的，它也是努力上进的。小咪的星座本身就是土象星座，我觉得其实也是你们的踏实让你们共同有了同频。要不然这样好了，小咪，我想你一定很好奇，昨天晚上吃了水果，但是我们特别做了一份中秋礼盒，想看看什么样不？当然。好，小咪，那我拜托你稍微转身，我们两个一起来到我们的礼盒旁边啊。好嘞，小心。好嘞，小咪啊，你先来说说看，看到礼盒的总体的感受好不好？哇，我先看一下，因为上面有很多很多种水果，而且设计的这些线条非常的精妙。然后看到很多种水果，还有花朵，还有我们的枝叶围绕在这个礼盒的周围，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很有安全感。嗯，很幸福，很有安全感，总结的绝妙啊！那这样，小明，我们接下来呢，一块儿把它打开来，打开之后让大家亮相之后呢，你也来说说看，看到里面果核的感受，好不好？好。好，这个是冰箱贴，我来。哇，掌声在哪儿，各位？你们好吗？平时常吃你们好优秀啊！昨晚辛苦了，小蜜向你们说辛苦了，我们要吃你了，小蜜。所以这些水果一定都是你吃过的，刚刚打开的一瞬间感受怎么样？我昨天晚上都见过他们。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刚刚看到这份伴手礼的时候，觉得它很精致，而且这些藤蔓会给人一种很有生机的感受。那现在大家出门见朋友或者是送礼也好，其实水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不管是谁，什么年纪，什么年龄段，男生女生，他们都会想要吃水果。而且百果园的水果又是非常有品质保障的，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盒是一个，不管是自己留着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第一的选择。你把自己留着放前面，看来还是首先想自己留着，是不是？因为西梅很好吃。的确是，西梅对我们肠道蠕动有特别好的健康啊。我们接下来希望有机会在百果园舞台上多跟小蜜聊健康的事啊。以后好嘞，那其实呢，刚刚小蜜已经说了对礼盒的第一印象了。那其实刚刚呢，我觉得咱们的董事长说过的一个三好，我觉得这个观念特别好，我再跟小蜜复述一遍，大家刚好也风过日之心一样啊。我们说的是百果园的企业文化是三好人生，还有身体好、家庭好、事业好。所以今天呢，小蜜趁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又带你三份礼物，行吗？好呀。好，小蜜，但是你得参与，因为我知道刚在化妆间又继续拿着笔跟我们一块签着你的照片来着，是吧？是的，是的。那我们就挑三张小蜜的亲签的照片和我们的礼盒，看看现场哪位朋友会得到它，好不好？好。OK， 想得到的朋友，你们先举手，我看看大概在哪边。这里。想要。这里。朋友都很热情。我跟您说，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小蜜，于总的手都不好意思举起来，心想我是老板，我还举吗？为什么不举手呢？于总，你举个，想要吗？谢谢，没问题。大家举手的瞬间就是我们击掌为快的瞬间啊。那接下来请允许佳念代替小蜜给大家说说看，怎么能拿到我们的这个三份礼物啊？今天这个礼物是独一无二的，会花落谁家呢？大家在今天入场的时候，大家都有签到没有？签。好嘞，这边姑娘怎么声音这么温柔又铿锵有力呀？一定是吃了百果园的好水果，嗓子才这么润，对不对？是。乖极了。好的，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待会儿大荧幕记得我切到多少了，然后小蜜帮我们告诉大家就停就行。我们看看大荧幕上出现的三位是哪三位的座位号，是谁的话就请您举手，我们就让同事们把礼盒和签名照送到你手上，好吗？好。好，老师们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就可以滚动起来了。小蜜，你随意说三二一就行。来。徐德仁、黄子维、陈立琼是哪三位？恭喜恭喜，这位是子维，对不对？有马松吗？没有。好 ，OK， 立琼是海南人吗？没有马松是吗？没有。另外两位在哪边？这位子维对不对？真漂亮，这杯吃水果变漂亮了，对不对？好，还有一位是德仁在哪边？德仁怎么站着呢？德仁，你是我们的同事吗？德仁。啊、OK， 好，来，同事们，我们把小蜜的亲签照片和我们的礼盒送到他们的手上吧。恭喜恭喜恭
恭喜恭喜你们，恭喜希望大家吃水果吃得开心。哇，太棒了，希望大家吃水果吃得开心。好的，各位，三位都已经拿到了，但是千万呢不要气馁，觉得现场没拿到，待会儿五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我们的百果园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和小咪给大家继续送福利和好礼，大家现场的朋友待会儿也可以关注起来啊。好，没问题。那其实今天小咪来了给大家送完礼物，咱们绝对不能安排了吧，应该好嘞，多多安排，团队同事可多了，可为这次特别帮忙啊。好嘞，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让我们的老板送礼物给我们的小蜜，听说您专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对不对？来，小蜜辛苦您，向前一步，谢谢。好嘞，谢谢小蜜，也别客气。好，我们请我们的于董登台，欢迎。好，请我们的李小姐呈上我们的礼物，请于董亲自交给你的好朋友杨蜜。来，于董，您介绍一下。好，这是我们百果园的吉祥物啊，是我们的周边，确实都非常可爱，是猴子啊，是最喜欢水果的啊，这个猴啊代表的吉祥啊，也代表着活泼和智慧。好，谢谢于董，跟小蜜一起拿着我们的礼物合影留念一张吧，谢谢于董，谢谢。各位，走遍天涯海角，在中国的土地上总能见到这个猴子作为图腾的百果园的店铺，大家以后再见到它的时候就请放心，因为我们会把最卓越的好水果作为健康的代表送给各位，掌声送给二位。小蜜已经爱不释手了，我们请李小姐帮忙拿一下，小蜜待会儿下去就一定给你们啊，我们给小蜜的同事就好了，谢谢，谢谢你，谢谢于董，谢谢，非常感谢二位，请稍事休息吧，我们一块儿稍事休息好不好？好，谢谢小蜜，谢谢于董，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谢谢大家，谢谢小蜜，谢谢。哇，太漂亮了。好的，谢谢各位，刚刚二位一起将礼物移交的一刻，我觉得真的是太养眼了，而且于董也是喜上眉梢，觉得他们合作了特别棒的，特别适合我们的艺人和我们的演员和明星。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的手于董也是喜上眉梢，觉得他们合作了特别棒的，特别适合我们的艺人和我们的演员和明星。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欢迎杨幂，小幂请坐。嗨，佳念。嗨，嗨，大家好，我是杨幂，很高兴在百果园的官方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你知道我今天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嗯，装着水果咱能直播的时候吃吗？你可以吧？可以吃哈，谢谢。谢谢同事们啊，小蜜除了好久不见之外呢，其实也要特别恭喜你，前段时间刚刚上一部戏、正在拍摄的戏又杀青了。嗯，我看了提前的宣传片和一些先导片，嗯，又成为了我一个新高度的期待的作品，所以他有可能今年内跟大家见面之类的吗？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呢。对对对。好，那到时候第一时间大家要关注起来啊。好，谢谢。谢谢。每一次见到小蜜的时候呢，都觉得她比上一次要更加的状态好，今天的整体的晚礼服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发出来的照片。而且其实百果园的广告片你们拍摄的时候，小蜜的脚下都是万花盛开的，步步生辉，现在又是秋天的季节，当时穿得那么漂亮，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小仙女？感觉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正好佳念提到了我刚刚拍完的一部戏，其实讲的就是人跟土地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这一次跟于董聊的时候，他讲到人和土地的关系的时候，自己也深感认同，其实就是我们不管在外面挣再多的钱，然后读再多的书，我们还是要了解土地，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家吃饭，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来源，人跟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跟土地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所以其实这一次在百果园见到大家，自己也有很多很不一样的感受。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在三亚又跟大家见面，包括直播间里面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生机盎然啊。而且刚在现场的时候我们聊得特别智慧，因为都已经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万物始源于土，特别棒。所以我们刚刚通过小蜜的描述啊，都已经预知了就是未来的作品里面的土地的关系，而且也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气息了。一会儿啊，咱们的小蜜要在现场帮我们去开启百果园中秋礼盒，开启礼盒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
家说说看，就是今天小蜜又帮你们的蜜帮你们申请了怎样小秘密的一个礼物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咱们每五分钟啊就有一个实物的福袋，都是百果园的美好生活大使我们的小蜜的桌面立牌，大家拿回去可以放在你们课桌或者工作台上，都在福袋里边。而且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截图，多位的幸运的观众把大礼物送给你们。先提醒一下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先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然后点亮粉丝灯牌，才有机会拿到我们的礼物啊。那每一个福利都是小蜜和我们的百果园品牌要送给大家的，请大家期待起来吧。好的。那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蜜，在吃过百果园的水果，尤其是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听说你把桌上的那些几乎包圆了，是不是？都干掉他们。对，因为百果园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水果非常的好吃，然后很安心吃起来。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点到百果园的水果放在我们的化妆间和工作人员一起分享。那我还在这次的广告拍摄中了解到了一些我以前也没有吃过或见过的水果，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满脸问号，就是很惊喜。我说这个是什么水果？那这个又是什么水果？然后比如说燕窝果，之前也没有怎么了解过，那这一次感觉口感非常的丝滑，很甜，好吃不踩雷，听说营养价值还非常的高。尤其它吃起来说跟吃燕窝的功效一样，让自己能够变漂亮，而且它没有那么甜，是不是哈？对，很清爽。对对对，棒棒的。小蜜皮肤最近又好了这么多，会不会是水果吃得多的功劳呢？也许有，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其实呢，百果园的水果好吃这事儿啊是公认的啊，百果园全国有6000家门店来，怪不得咱们出差到哪儿都能碰到啊。是的，是的，小蜜不管到哪儿工作都能够吃上百果园的水果，而且可以给大家客观的验证一下，每次我们在化妆间里面对稿的时候，小蜜旁边一定是有百果园的水果的。而且百果园专业水果已经有22年了，好快，从全球的26国直采非常上千种的好水果，全球好水果直供百果园，而且现在它从因为百果园吃得到国际上的水果，已经变成中国也可以种出好的水果。特别好。小蜜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同频，就是我们都爱吃百果园的水果，尤其这个夏天我们如果要是能吃一下百果园的冰镇的麒麟瓜，冰西瓜肯定有吃，对不对？非常爱。是的，满嘴的冰凉的爽甜，夏季的暑气都被驱散了，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这个夏天最好的开始就是一颗百果园的西瓜的咔嚓声。那平时买水果的时候也会遇到不知道怎么挑好水果，小蜜之前也是碰过壁的，是不是？是的。但是我个人会想要尝试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个人喜欢吃酸一点的。哦，真的？对，所以我比如说很爱吃我们的西梅。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芒果都非常的好吃，酸甜口的。然后在工作之余，然后也可以吃一口水果，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的确是，水果的汁水通过你的味蕾躺进你的心里的时候，哇，世界都明亮了。而且百果园的水果的分级体系是特别棒的，它是全球首创的。百果园的水果大家去买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品种它会有招牌呀、A 级呀，这样方便于顾客根据大家风俭由人去做决定，不踩雷。小蜜常买一些招牌果来慰劳辛苦的自己，吃起来就会觉得心情好起来。小蜜啊，你除了爱吃水果以外，我也特别想知道什么缘分才会跟百果园合作，成为他的美好生活大使的。佳念一边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偷吃了一颗。为什么我 Q 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少一颗？为什么我 Q 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说的时候我就可以来一颗呀。你说说看，小蜜。我来，因为我很爱吃水果。那从小到大都是觉得小的时候零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爸爸就会在每天做完作业的时候会鼓励我说会给我洗很多水果，包括到现在都是出差好多天回来以后，我们家里一定已经放好了一盆洗好的洗干净的百果园的水果。那我觉得百果园对于我来说就像有一种家的感受，它会给我最贴心的那种爱。百果园给我传递的能量让我觉得很美好，对好水果的口味的那种追求也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对于土地对于家的这种感受和认识。不仅如此，百果园也在做公益事业，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他们会帮助一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的康复条件，让孩子们可以迈向更好的更美好的人生。所以作为百果园的美好生活大使呢，我也将和百果园一起为大家带来美味营养的好水果，助力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呀，这是高能量的同频。我每次看到小蜜合作像百果园这样优秀的品牌，我都觉得油然感动。而且刚你说叔叔给你洗水果，我就想起他的面庞了，很可爱啊。是是是，不愧是百果园美好
绍生活大使以及生活大使的爸爸，不仅带来大自然的色彩，我们还分享了好水果，而且还知道百果园的水果的品质特有保障。这个事儿其实是帮助一个紊乱的市场，它做了一个综合，让大家不踩雷了。现在咱们都忙，因为小蜜也是阿青，然后现在每天奔波于不同的城市，今天结束马上就要飞走，是的，挺辛苦的。那其实会享受生活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调节，才能够有自己的能量再去创造下一个好的作品和生活给大家。所以说每次大家看到他美美的照片，不是说干拔出来的，是他能量的补给，大家要学习起来啊。这些生活仪式感都会让小蜜和大家一块儿都把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值得期待。是的是的，我也是在跟百果园合作了以后才了解到，每一颗好果子都来之不易，从种植到收获，包括对土壤的改良，还有对生态的保护，对环境的改善等等。刚刚跟于董也聊了，就是好山好水才能种出来这么好吃的水果。那所以我们有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土地的滋养，然后有这些好水果陪伴我们，所以我现在不仅注重美味好吃，还会关注它的营养价值。哎呀，天哪，我太跟你聊天，有一个点就是我经常会把问题因为小蜜的激发而升华。小蜜刚刚又说到百果园水果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种植的时候付出的努力，你的汗水真正的滴到了土壤里面啊。小蜜，我能不能代表你的嘴替给大家说说看我们的技术，好不好？好嘞。百果园对于土壤的改良采用了先进的 BLOF BLOF 的技术，它显著的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的肥力，能够让果实长得更好、更营养、更好吃。对于生态的保护上，像招牌的香风翡翠青提啊，翡翠我们都爱，对不对？招牌的软香玉蜜瓜等等，都是天然的蜜蜂去授粉的，天然的蜜蜂授粉的啊，各位啊，这样结出来的果实饱满多汁、丰盈充盈，果肉细腻又甜美，所以说是种好因得好果。这还没完呢啊，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在百果园售卖的水果呢，都是超过200项的农残检验合格之后才能够在我们的百果园的店铺去售卖的。所以在百果园里面买水果不仅是好吃，吃的更是放心。今天呢，我们的水果也给大家备好了，大家可以在下方的小房子里面去选购啊。尤其中秋节，我觉得这个送人太划算了。对，是的。还行吧，佳念说的。我在你说的时候，我又吃了一颗，又吃了，我的天哪！一会儿能补吧？咱们吃完吧。好，没问题，我也特爱吃这个哈。好，那我要再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第一轮的小蜜为大家争取的福利，叫中秋送大礼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先记得左上角点关注，然后点亮粉丝灯牌，才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当中来。那么现在我来说一下我们的中秋送大礼的规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听起来。我们要为大家开始发放福利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输入，记得这个口令啊，输入以下口令：全球好水果直供百果园的口令。待会儿小蜜会帮忙我们倒数仨数，然后呢大家就我会为大家来截屏，然后看我们截屏公屏上的第一个，同时这人得是关注我们的粉丝才行哈，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中秋的大礼。中秋大礼是什么呢？这位幸运的朋友，我手上的小蜜的亲切的照片，还有我们的中秋礼盒，可以一起送到您的手上。所以请你们现在赶快关注之后再送出粉丝灯牌吧，啊，千万不要忘记啊。好，我们再把口令说一下，全球好水果直供百果园。大家打起来了啊，已经打起来了。来，小蜜，我这个签名照先放这儿。好，好嘞。小蜜，待会儿倒数三二一，我就截屏。来，三二一，截屏。我来看看是谁，恭喜我们，恭喜他是谁呢？啊，恭喜啊！哦，第一位朋友的名字真棒，叫宠你没道理，恭喜你！我们喜欢百果园没道理，喜欢小蜜也没道理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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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那个朋友啊，刚刚你看到你获得了，我们的客服也记录了，接下来如果再抽奖，请你们截张图啊，然后呢找我们官方客服跟他联系一下，就可以来领取小蜜为你争取到这份大礼的中秋礼盒，还有一张签名的照片。各位恭喜恭喜。是的，一会儿还有礼物送出，左上角每5分钟会有一个实物的福袋，在百果园美好生活大使小蜜的中文面立牌，是这个吧？对不对？哇，多好看呀，上面还有各种水果，还有我们的小猴子。对呀，多可爱。这个也可以得到，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福袋里面获得啊。小蜜，你还记得你曾经收到过印象最深的中秋节礼物是啥吗？中秋节礼物啊，中秋节其实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嘛。那如果没有工作安排，我都会跟家里人一起过。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一家团圆，吃一顿团圆饭。对，
这真的是除了春节以外，中秋节就是必聚的节日之一啊。想必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大家自从工作起来忙碌以后呢，就分身乏术了，很难聚在一块儿。所以聚在一块儿的时候，请把你的爱化成清甜的水果，也就是白果园的水果，来送给你们的家人才行。小明说了，送礼其实就是一片心意，一片真挚的心就足以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请咱们的小蜜帮我们一起来现场开启白果园中秋水果礼盒，打开这个白果园中秋送礼的心意，好不好？来，请红来期待，礼盒来来，好嘞，谢谢。好，来从上面推，是不是？好嘞，小蜜，那咱俩稍微尝一下。刚才现场已经站过了，我不想做假效果，说哎，小蜜感觉怎么样？咱就说说刚刚在现场第一眼看到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上面的花朵这种枝枝蔓蔓的感觉非常的有生机，而且自己也很喜欢。它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图腾树木、土地、水果、花草、万物生长的感觉，有一种生命力的延伸。那图腾在中国呢，也是传统文化中有吉祥、和谐、美好的寓意。那尤其是放在中秋佳节呢，更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纽带，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崇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寓意。是的，而且其实它上面还有蝶恋花的感受。那会儿我记得在一个就是咱们地方戏曲吟唱里面，就是说蝶恋花，花恋蝶，生活好滋味。然后我觉得它的主题也很扣咱们东方的意味哈。小蜜说的特别好，礼盒上的彩绘花纹呢，其实是由一位设计师手绘设计的，它围绕的就是花开蝶舞，果香月满的这个主题，生机勃勃。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日子都有盼头了啊！对，看到蝴蝶飞，而且大家记得2024年看到蝴蝶会有吉祥和好运的色彩，这些会在一块象征着中秋的团圆，所以这个礼盒的名字也叫果香月满中秋限定礼盒，礼献中秋，愿大家和家人团圆之际共享明月，共享全球的好果。小蜜，咱接下来一块打开来吧。我先把这个是可爱的，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的一个可爱的冰箱贴。冰箱贴，没事，我把它这样转过来吧。它就是这样转的吧。OK， 它其实不是，是我们同事啊，生怕这个别掉了，所以就给我们粘上了。来，准备3、2、1。好了，噔噔噔噔，嗨，又见到你们了。哎呀，好久不见啊，好想吃哦。嗨嗨，所以你在哪一个，小蜜？啊，我喜欢这个西梅。哦，西梅很健康。那我昨天一进到房间，把这两位都干掉了。这两位今天又见到他们的哥们儿了啊。对对对，把这两位都干掉了。好，礼盒里水果特丰富，小蜜也说了她喜欢啥。我跟小蜜同品，喜欢的也是中间的葡萄。啊，这个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燕窝果，之前没怎么见过的燕窝果。对，嗯，是的。哎，所以新鲜的水果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没见过，会不会觉得哎呀有点就是没有见过它了。其实小蜜也一样，很多新鲜水果是她见过以后推荐给大家的。小蜜刚刚已经推荐过这些水果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我们的同事已经切好整理好，哇，他都帮咱捣碎了。哦，感谢辛苦。我们要现场看一看我们的燕窝果是怎样的，咱们真听真看真感受，先尝一口。它是其实是白果园的一款招牌水果啊，也叫做吉祥果，听说。我觉得它寓意很好，它外观包括你看它的长相，其实跟火龙果是有一点点像的。可以这样用勺子吃也很方便，因为我之前拍的时候也有吃过这款水果，拍 PVC 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它的果肉很细腻很清甜，它不会很腻。然后白果园的工作人员大力推荐，说它对我们的皮肤啊身体啊都非常的好，因为它营养价值超级高。我那会儿看过视频，有一个博主吃这个水果，他说他做了一个含水量的测试，是水果里面的扛把子哦。所以有时渴了的话，你有时候喝水太急容易呛着之类的，其实你吃一半的燕窝果马上就像补了几杯水一样，而且还补了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糖分。我刚吃的时候，小蜜，我觉得啊，口感其实特别的柔滑，真的很像燕窝，对不对？很像燕窝，很细腻。口感特独特，而且如果很多水果，你会有些人不喜欢太酸，有人不喜欢太甜，但没有人会拒绝它清新的这个果香味，是谁都会喜欢的，男女老少。就它不是那种腻的甜，它是那种很清淡的，带一点点酸酸的这种感觉。而且它名多吉祥啊，一品官燕窝果，对不对？已经吃完了，干掉半颗燕窝果。哦，哎，你明明之前干掉了已经。
全干，冷静，加点冷静。贾姐差点把燕窝果吐出来，马上赶紧吃了下去，绝对不能那个这个便宜没占上，得多吃点啊。对，嗯，棒，超级好吃。谢谢同事们，谢谢。好，千万不浪费，把最后这一点吃上去啊。嗯，所以现在也算是百吃不厌了啊。对，因为经常吃。嗯，给大家展示一下，各位，如大家所见，我们里边什么都没了，吃了了，而且这还没吃够啊，各位。好，谢谢，谢谢小蜜，来，我们把这个盛上去吧。谢谢，别客气。嗯，谢谢，辛苦了。好，那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去 get 小蜜同款的这个燕窝果的话，我们接下来小蜜还有另外一款也要推荐给大家，刚说过是不是？是哪个？这个就是我昨天干掉它的。嗯，刚在化妆间还干掉了几颗。嗯，雅克西梅，来。西梅其实对于，肠胃不够通畅的人来说非常的友好。嗯，对。来，我之前还榨过汁喝，的确对肠胃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对，经常听到长辈们说，然后想要通畅的上厕所，然后就多吃西梅。嗯。哇，它是来自新疆的宝藏水果，宝藏水果，台词棒，来，硬实脆甜，然后软了以后呢，就是很绵密的那种甜，反正怎么样都好吃，你就买回来吃不完，然后放在家里，放在冰箱里，放一放再吃，它就会变软软的，更好吃。嗯，的确是，而且它居然都没有那种生涩的味道，吃起来它怎么能做到这么有骨气的甜呢？嗯，就是它的皮是脆的，但你咬到里面又是甜入心的，好有骨气的甜呢，我感觉。是的，这跟你多像啊，有骨气的甜的状态，哇，棒棒的啊，各位，这是厉害。新疆的宝藏水果雅克西梅，它其实雅克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维吾尔族的朋友们，他们的话，对，就是你好的意思，所以可以叫你好，你好啊，梅子啊。它是昆仑高山雪山的灌溉长大的，晒足超1000小时，正是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才能孕育出这么甜蜜的滋味。它是百果园甄选的高熟度的好果，大家也都知道新疆水果甜，因为日晒比较长，所以说买这一款的话，拿回去品尝到人间真正的甜是怎么样的，它就有了具象的表达。嗯，所以大家可以点开下方的小房子来 get 一下咱们小蜜同款的新疆的这款雅克西梅，好不好？谢谢，小蜜又给你留，我这待会儿再吃。好好好，好嘞，来给我吧。哎，我想存起来。这盘是小蜜的啊。好的好的。那个姐妹说了，得存着啊，千万千万别拿，别拿走啊。这个，切开了咱们都可以吃啊。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咱俩同频的，说中间这个绿的，咱俩都特别喜欢，是不是？蜻蜓，对，它叫香风翡翠蜻蜓。然后那个冬枣的名也特别好听，叫爽不让。哦，因为在爽这件事情上，这枣绝对不让贤，它就是老大，它第一名，就非常的脆。对，是。我昨天，其实我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吃我们的蜻蜓，再吃我们的枣。嗯，因为枣的味道有点太甜了。啊。甜到这个，我觉得蜻蜓够甜的都不行了。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昨天我晚上12点多到房间以后，我就先吃了枣，很甜很甜。然后我同事先吃了蜻蜓，他们说这蜻蜓太甜了，太好吃了。我说真的吗？我尝一颗，我说哎，没味儿了是吗？没味道了，它输了，它有点输给这个枣了。对，因为枣的味道是超级甜，然后又超级脆。哇，对，我觉得这特棒哎，就是甜这件事不要太紧凑的来，给中间留一点时间，对对对，其实甜会更明显啊。嗯，像百果园也像小蜜跟大家的感情是一样的。啊，所以刚刚小蜜说的这些水果呢，我们也要把我们全年的礼盒拿上来。这个我拿下去不？拿下去啊，好嘞。这盒能给我们同事们留着不？是的，谢谢你们，代表小蜜同事谢谢你们啊，他们这两天也很辛苦。来，小蜜。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年礼盒啊，全年礼盒呢不光一份，还有两，这盖我给你打开吗？不用打开，不用打开哈。好嘞，这全年礼盒，超级可爱。是的，一个深颜色，一个浅颜色。这盒你看着什么感受？还有动物呢？他们动物园有大象，有熊猫，还有斑马。
而且还有好多水果。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同步升级推出的全年礼盒，探索全球好果主题礼盒，看看这里面多棒啊！还有哈密瓜礼盒呢，这位设计师的画笔勾勒出百果园特别丰富的采自全球不同物种的时令的好果，礼盒上汇取的呢也是不同季节的六种水果花卉的形象，中国的草莓呀、出梅，还有我们的泰国的榴莲、新西兰奇异果、秘鲁牛油果、智利车厘子、南非苹果，听着真高级，这么多种。哎，小蜜，我这么想，如果是你本人，中秋的时候收到这个这么好品质水果的礼盒的话，你会开心不？哎，我们家里是超级爱吃水果的水果家族，所以我想我爸一定会非常开心。行了，改得到了，来，朋友们，将来送小蜜就送水果啊！安排起来了哈，没错了。其实我们对应的是地域的动物的元素啊，像比如说你我们看到了大熊猫、大象、斑马、火烈鸟、几维鸟，从全球自然生长的角度表达百果园走遍全球，从顾客探寻好果，带来水果好生活的品牌理念。而且咱们这个全年礼盒呢，有俩颜色，佳妮手上这个是深颜色，小蜜那个是米色的，对。大家可以自行搭配水果，就是里边这个乾坤大家可以自己去拼凑啊，你可以做一个演员自己拼凑你的这个盒里面的这个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下方的小房子盖的小蜜中秋。同款的礼盒，礼盒里面的水果都是可以自由搭配组合的。我特别说一下，在百果园门店买的水果都是可以不好吃三无退货的，啥意思？无小票、无实物、无理由，这个是百果园首创的不好吃三无退货啊！不好吃三无退货，给百果园要竖一个大拇指，真的是很大胆，但是又很棒的一个举动，就让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无需有任何的担心和顾虑，给足了信任，诚意满满。我刚看到弹幕里面有粉丝在说小蜜最像什么水果，大家自主自的回答了起来。目前燕窝果取胜了，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打起来看咱们小。全年礼盒怎么样，喜欢不？全年礼盒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很踏实，而且它的设计又很好看。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说家里老人会不会喜欢，小朋友会不会需要，你放心一盒水果，家里所有人都会喜欢。礼盒的设计呢，从里到外都很精美，每一款水果都是精心挑选和包装的。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礼盒。发现把水果吃完还可以当一个储物盒，我相信每一位收到这份礼盒的朋友，都会非常的惊喜。它一定适合走亲戚访友的时候当伴手礼。哇，忒棒了也，而且，哇。忒棒了也，而且刚刚你杀这张签名照真的是太好看了，好看好看，很甜。然后呢，我们好看了，好看好看，很甜。然后呢，我们但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间才可以啊，回关那个朋友是吧？好，那刚刚第一个咱们客服记下了是不是？没问题，各位看到了吗？真实的直播现场沟通。刚第一个朋友放心，我们已经记下您。刚第一个朋友放心，我们已经记下您了好几块了，然后突然间发现卡住了。我们俩还在说呢，我说这个榴莲甜的已经有点发苦了。就是传说中的报恩榴莲，对吗？的确是因为这就是猫山王的特点，它的甜的那种苦，让你觉得原来日子苦起来是为了最后的甜。很浓郁，对，很在一起来，三二一，很浓郁，很浓郁。是的，好，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的抽奖部分待会儿也要给大家。如果手机好了，我们把第二轮补一下，好不好？对，是可以的。好。可以哈，来，那就小蜜说三二一，我就来截图，好不好？来，三二一，
姑娘回关不了，因为一点它就会蹭上去啊。我们刚刚就是这样卡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的名字，朋友，你的名字叫做若瑶，美如天仙的若，瑶池的瑶，恭喜你，恭喜你打的全是啊，但也可以算您的啊。然后您赶快截图一下，3、2、1，截图，谢谢。截图过后呢，然后待会儿跟我们的官方客服联系一下就行。大家记得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要来那个给粉丝登台，这样就能够参加我们下一轮的这个活动啊。那第二轮已经为大家抽完了，接下来我们也马上要给大家推出的就是百果园特别推出的好果报恩的活动，让更多人享受水果的好生活。在保障高品质水果的同时呢，也打出了高性价比，让大家享受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的购物体验。好，那我们接下来拿一下，我们已经拿到我们好果报恩的推荐了啊。来，我们的物料的 KD 版就是这个了，对不对？好，小蜜，接下来这个也是你挚爱的之一。哇，黄金奇异果，咱们的奇异果呢，还是先吃过再给大家说是什么样的。来，这个就是我们吃的黄金奇异果。小蜜觉得口感咋样？酸酸甜甜，是我喜欢的口感，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软糯，非常的酸中带点甜，然后甜里面也有酸，是带有浓郁的莓果和浆果的风味，吃完满嘴都是那种果香味。反正它的果汁融合在我的嘴里面，搅拌口中的芬芳的感觉。所以吃完猫山纹榴莲，再吃这个生活的酸涩苦甜，你都能感应到，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尽在百果园。我给大家说它有多划算啊，日常价是7.9一个，现在报恩价只要5.9一个，各位，5.9，你去任何的摊上你也都买不到，行吗？超级好吃，而且不会是那种很腻的甜，对，因为它中间的籽的地方是酸酸的，所以很爽口，然后很提神。这颗奇异果将维他命 C 的意义具象化了。是的，好多人会用奇异果来做果茶。就水果茶会啊，然后放上柠檬，放上奇异果，然后倒一些蜂蜜，搅拌，然后夏天的话可以放一些冰块，然后也是非常好的夏日的凉品。对，太好了，现在天气还热呢，大家可以冲起来。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接近尾声的各个环节了啊。首先呢，我特别的要感谢今天晚上关注百果园抖音官方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一块儿和咱们的小蜜开启了这场水果的盛宴。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小蜜，咱们给咱们的那个蜜蜂和果粉们再送一些祝福，好不好？好，当然。咱俩这个送祝福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默契的。那我先给大家送一点，小蜜再来送，好不好？好，我要把这最后一块吃完。好，那大家请看着我们，这样镜头 take 给小蜜吃，我来在旁边说祝福，好不好？给佳念，给佳念，大家认真的听祝福。好，没问题。来，我看着小蜜比较容易说出祝福来啊。小蜜现在在吃的这个果子叫做黄金奇异果，秋天又是黄金丰收的季节，虽然不会每个人一定会做到盆满钵满和遍地黄金，但那并不一定是我们初始的梦想。我们初始的梦想里面有努力的样子，有收获的幸福，有合家团圆的瞬间，同时也有支持小蜜她的作品可以被我们看到的时刻。所以任何一个努力一定需要成绩和结果来照进现实吗？不一定，努力的瞬间才会成为未来你坐在摇椅上回想起最令你发笑和觉得甜的生活。祝福大家生活里面酸甜苦辣都尝尽，但最后永远每一种味道都能化成属于你的百果之甜。谢谢佳念的祝福，好棒。小蜜，我是百果园美好生活大使杨蜜。那百果园呢，不仅关注水果的品质，更注重我们服务的一些细节。这次呢，也带来了中秋联名，是希望大家不仅能吃到甜蜜的水果，也可以收获我们的健康，感恩我们的土地所给予我们、所赋予我们、所回馈给我们的这一切。非常感谢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场不一样的水果盛宴。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分享了很多我们对于水果的感受还有喜好给大家，也推荐给大家我们的各种水果。然后中秋来临了，也祝福大家可以和家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品尝水果的香甜，享受团圆的温暖。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百果园。哇，小蜜太棒了，咱默契越来越棒了啊。好，那刚刚小蜜和我都已经为大家送过祝福了，我要感谢我们的小蜜，也感谢各位粉丝果粉朋友们，请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百果园的官方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的主播小姐姐也会
持续给大家送福利的啊。是的，今天下午发布会有句话我是脱口而出的，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说孙大圣有他的那个水帘洞和他的花果山，我们有自己的白果园，下次见。